干嘛的？谁让你们进来了？欧总交代了，让你现在把东西收拾好，离开欧氏集团。是你自己收拾呢，还是我们帮你收拾？ 把他的东西收拾好，放到前台就可以了。做事有必要这么绝吗？ 你的东西保安已经收拾好，放到前台了。这个月的工资财务会打到你的卡里。我跟集团的合约还没到期，你没有权利单方面解雇我。你向外界披露集团的财务状况，造成集团严重的损失。你在与集团有劳动关系的同时，伙同其善，妄图操纵股东名义，你这些行为都严重违反了集团的规章制度。 所以集团有权单方面解雇你。还有，芳华国际公寓我已经退租了，放在你家里的东西我不要了，你自行处理就好。小蕊。 我只是鬼迷心窍而已，我被秦山蛊惑了。你是说我舅舅蛊惑了你吗？不是，我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不要让我离开公司。你让我留在公司，我保证我再也不做任何违反集团利益的事。 我一心一意的为公司发展努力，我不能没有工作。你看在我们两个人相爱一场，陈哲，我们相爱过吗？你爱过我吗？啊？你一直在骗我。 你和我在一起，就是为了往上爬。我就是你实现野心的一个跳板而已。我怎么这么傻呀？还一直都在相信你，陈哲。其实当初你和林美雅分手的时候。 我就应该看清楚你的本性了。20年的感情，说断就断，你够狠的。